这哇，杀三条筋骨，哇塞！一条一条的抓，不着急，这条要溜了。哎，漂亮，那里还有两条。哇塞，还可以，还是比较好抓。哎呦，我话没说过呢，去哪里了？在这里，这个一定要抓尾巴就好了，不要抓其他地方，因为蜇人还在这里。哇，哇塞！怎么又要逃了哇？发力了哇？哇，好可爱！嗖嗖嗖嗖嗖，下雨了，不跟你玩了。这边还有吗？真的是我，哇，对，一条大虾，看，尾巴长大了哦，这个柚子酸哦，哎呦，还凶巴巴的。只是一些壳了。哇，这里又来一条，底下有鱼。哎呦，这一些糖，这个的话拿一根竹签把这个尾巴牵着，然后沾一点酱拿来烤，很好吃。之前我们小时候就沾那种鸡屎，那种很黏的那种鸡屎来烤，很好吃的。不过现在没有烤过了。哇，这里，哇，漂亮吧？底下有没有啥？哎呦，哎呦，有情况，有情况，有情况！这底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有一只青蟹在里面。那，哎呦，哦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哈，想逃！哇塞，哇，漂亮！哎呦，好凶啊！松开线，松开线，松开线！个头不错啊，瘦。哎呦，这里面有动静。又是一只螃蟹，哇，躲在这里了。它，哎呀，它在吐泡泡。在石头缝边缘的螃蟹是最难抓的，夹不起来呀。哇塞，哇，可以！哇塞，这只家伙，哇哦，蛮高了，这么肥哦！看，这个爪子这里都是红彤彤的，这里都是红彤彤的，这里就更不用说了。收，拔点海草吧，因为里面有一只螃蟹了，怕它们打架。回去了哇，收获可以，满满的一桶都是值钱的。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小圆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全身都湿透了，这天气太热了。